近日迎来41岁，他特别在社群平台晒出一系列外拍美照。照片中，他身穿米色短版上衣和米色长裤，露出纤细锁骨线条和火辣的蚂蚁腰。他发文写道：“你们的祝福我都收到了，很多人是从我小时候就追我到现在，虽然没有太厉害的成绩，但希望也没让你们失望。一路以来，我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希望丰富自己的演艺之路，努力尝试各种挑战，跳脱自己的舒适圈。也许做得不够好，但我可以骄傲地告诉自己，你已经很棒了。棒的是，还持有这份勇气。”跟这样的冲劲，也算是对得起支持我的你们。将来我希望能对得起自己，不要符合谁的期待，做自己真正开心享受的事。人生的前半段你辛苦了，人生的后半段只为自己加油。贴文发出不到一天就吸引破万网友按赞，粉丝也纷纷留言祝福女神生日快乐。